哎，卢金，你有玩过马里奥派对吗？有啊。你有玩过？哦，派对，派对没有，我有玩过马里奥兄弟。很像卷轴，对，很像卷轴那个我也玩过，撞一下香菇的那种。只要 GBA 有出过的游戏，我应该多多少少都有玩过。可是很像卷轴那种很难诶，你哪会撞香菇而已？哪会难？没有过关，它很难。哦，你完全小看这个，请记得我们的宗旨，把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做到最好，就已经很伟大。不是，我吃完香菇就没事了。不是，你要过关，我最好是真的没事。要过关的，我要过关很难的，我救公主根本没看过，那时候没有到那么好。耶嘿，月系不讲干话，你知道的。有一个很适合炉石玩家的，好，那我们玩看别的。那我们先玩，那我们来直接进入大富翁模式好了。大富翁，这还有大？这大富翁啊，这大富翁啊。对，你刚才刚讲大富翁，我蛮想玩看那种类似大富翁。对，这个应该是蛮适合你们的。问号是还没开的哦，不是随机。对，你们要不要看一下玩哪张地图？因为它有三张地图：炸弹王、跟碰碰古迹，还有那个水果拼盘。你先吧，我先，然后我有甩子可以，每个人都有特殊甩，就是专武了，标准一到六就是专武，像我这个就是有几率减三块钱，但是我有机会可以踩到七个，就你要用这个是不是？对，靠一波赛，七，哦，哎，怎么了？不是，能碰我了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他不是比谁先绕完一整圈，是比谁先五个那个，对，谁是星星数最多的？一六，哇！我这里有四个六的，很难不是六了。哇！咦？可以选礼物哎。选择礼物。选一个。哎，你按了。你不用按。啊，怎么是我？没有，那不是你，那个是你的兄弟。哦。帮你把对手的星星或金币。要拿我的哦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拿钱最多的。你要拿钱最多的，对，你才能当第一。这游戏不是你要拉低。我很讨厌绿色。那为什么我不想说？进去就回啊！我很讨厌绿色，看运气翻耶！哇哦，好大一串哦！五干的七块，爽快！马里奥，你要是踩六，六，然后你还要再扣二，我有四个六啊，三分之一啊，所以你两次六应该就要有一次负二啊，合理啊，我觉得几率，其实我觉得那为什么刚好我还在那个扣三的那个上面？这个就是你选择上的蛛丝啊，没有，我有他连那个原本还会跳一下，我都不知道这是不是小游戏，就是要三干一哦，哦，没有，我们要比谁吸的那个灰尘比较多。然后我们三个人是同一个机器，所以我们要走同一个方向的意思。然后它的比较大。转上，右下，慢慢，哦，这个是真的蛮友善的啊。对啊。哇，卢杰好强啊！哎，马里奥耶！马里奥终于有钱了。我们还是要玩二 v 二吗？还是应该玩一下别的？都可以啊，它有一个那个泛舟的，跟一个那个二 v 二的。你说也是泛舟，然后泛舟是四人合作，可以稍微洗刷一下罗杰刚刚的。没有，我觉得是时候要传递一点正面能量给大家。哦，我们是要一个 team， 那我们同心协力是吗？同心协力玩泛舟，这个很可爱。可是这个有人会有人雷。你脚很痛吧？我刚不是说不要在那边尔虞我诈吗？会有人雷啊！我们中出了一个内鬼。然后走哪？走右边吗？右边没走过。哦！哇，记忆力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头很痛。每个人记在自己的前面那一排吧。不是，罗杰。他哦，没有，他会先告诉我们这次要什么。对，罗杰。然后右边他会说什么要什么？梅花。OK。记自己的。先。没有，这也很难记自己的，就直接记这四个在哪就好了。好，不过记不起来。来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然后往上，罗杰放下。哦，放下。哦，你们放下吗？你拿出我的一个，在罗杰那上面那个。你干嘛让我来记呀？有，再一次。没有，这好像有点简单嘞。嗯，这一排的，你们就记最下面那个。不是，这应该可以直接记啦。好，没换。我干，等一下，这个，这个，来，按上我这边，按上我这边，上面这个也可以，这个，下面一个，慢慢归下面一个，对，这样子。
动态示例耶！你怎么没去打比赛啊？对啊，打得太烂，怎么还是哦，他那个一旋转真的被直接被吓到哎、欸！他这个试完了之后怎么没有来这一招？太阴险了、喔！阿杰是不是记忆力不太好？阿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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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撞到！哎、欸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哎哎哎哎！音乐变得这么紧张，对啊，我怎么在那么后面？你是压轴呢？只能说英雄，哎，做效果，哎哎，做效果，我的天，我们要没 S 了，哥哥，阿杰跑起来，跑起来，打 call 哎，打 call 哎，今年啊，啊压轴，啊 A 了，就输在你，不是他那个转角有点滑。在你欸、我们气氛大师哦、喔，